好了，接下来，大妖被杀死了。是啊，终于，张小子，你这身手可真了不起。 红儿还是叫我子旭吧。好，多谢子旭，助我为师门报仇。红儿别多礼，我们既是旧识，遇到困难本就该互相帮助。我只是做我该做的。无论如何，都成你的情。需要修复的机关，给我看看吧。我去取来，稍等片刻。 那好，我先收拾一番。我也来帮忙，谢谢你。天下 K， 来的总是那么突然。黑虎，一开始好几年一次。 然后几个月一次，下一次又会是什么时候？我还能压制他多久？单凭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消灭他的。最后这段日子里，我只能带着剑。